我起床发现娃娃亲女朋友不见了。人呢？大伙儿，大伙儿，这去哪了？哎，果然，女人都是现实的。还是打电话问问吧。喂，你去哪了呀？哎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什么玩意儿就先挂了？哼，果然呢，被我猜中了。女人呢，现实。我睡觉。哼。哎，你醒醒呀，怎么还睡呢？嗯？你不是走了吗？我走哪儿去啊？这是我家呀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买了你最喜欢吃的。你以后再出去你跟我说一声，我都吓死了，等了你一天老担心了。你担心啥呀？这钱给你。这你哪来的钱呢？我干兼职挣的呀，等我再挣多点就把这房子装修一下，然后当我们的婚房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，可算找着你了，早够不见。他是谁？